长官接过一次啊。蹲一下，蹲一下。矿区建筑来入选的，包括我们金融车站，包括我们太子宾馆，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部分金融车站里面它是一个蛮村庄，因为为什么金融？因为它早期我们城乡互贸里面我们重点在强调除了这个地。